讲完了，你看你看。有没有害怕的感觉？啊、就是感觉是个地方，小狗是左边的。我知道，自己的小狗是什么？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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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只有这两天才有，前之前是没有的。可以加个摩天轮，加个摩天轮看看。好，我们要来喽，亲亲到喽，来喽。哦，好，这三天我比较忙，因为这三天我刻意都没运动。对，因为我运动有时候会比较，刚刚那个张医师有跟我讲说可以在前面的。那其实我对对，那对对对，那是因为那个其实撑不久，因为我运动大概会半跑三分钟，所以他到后面其实有两次哦，三分钟应该 OK 了。对对对，有小心哦，有小心哦。有心那个有差啊，就是说，只是说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你在放血吗？对，运动也是，对对对，再痛一点点哦，帮你打轻轻的，因为这样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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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他说要叫我，而且我要去中南部，我要去十天，所以我有两个礼拜的自由。这个需要吗？因为这个病人他自己压力就够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现在怕到时候不舒服，没办法去看。可是这个怕生是这么多，妈呀！就不要开灯。应该是说。